严丽婷对于教育小孩有自己的看法。三社自严丽婷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女星严丽婷与篮球员老公张志峰婚后育有一子 Wilson， 目前她肚子里怀有五个月大的小女儿，一家人相当幸福。她对于孩子的教育有自己的见解。今日她在脸书分享她对儿子使用手机的限制，得到网友认同。外出吃饭时，严丽婷让儿子涂写字或画画。三社自严丽婷脸书，许多家长在外面吃饭，为了让孩子安静，都会给孩子手机玩，但严丽婷却不这么做。她表示到餐厅吃饭，她会让儿子画画或写字。她认为盯着手机吃饭就失去了亲子互动的机会，也无法好好品尝食物的美味。她只有在假日时会让儿子玩手机，并强调这是下下策，若非必要他绝不妥协。这样的育儿方式引起许多妈妈回响，认为这样小孩才不会被3C 产品绑架。更有人幽默地说，除了没亲子互动，嘴巴也没有在动，也大赞严丽婷育儿有方，是许多妈妈要学习的对象。严丽婷严格控管儿子使用手机。三社自严丽婷脸书。